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Web Token Profit。Web Token Profit 这是一个全球消费者的社区，使用统一的结算单位 WEC。在这里，我们将结成每位投资商和合伙人，创建一流的生态系统。下面我对这个项目呢做一下简单的介绍。Web Token Profit 生态系统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起来。在这个系统里呢，人们既可以获得被动收入，也可以获得主动收入。而 WEC 是一种私人加密货币，目前 WEC 的发展态势非常的好，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绝对是一个不二之选。该项目的功能呢，就是帮助各行各业的人们使用 WEC 加密货币进行互相结算。那么这个社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我给大家说一下。2008年3到4季度，我们开始构思，想要创建这样一个平台。为落实这样的构想呢，我们专门招聘了一些区块链方面的资深专家，他们都工作经验丰富，而且也做过成功的案例。起初，我们研究了交易平台用户的需求，然后我们对最受欢迎的交易平台进行分析。分析后发现，基于区块链技术去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是解决需求的唯一正确方案，所以我们就不遗余力的去落实这一构想。最终我们成功的研制出了一种新的加密货币 WEC。 您会说什么是 WEC？ WEC 币就是 Web Token Profit 平台的加密货币。有点慢啊，等一下。WEC 呢是在私人的区块链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总币数有2100万。WEC 币的数量呢是由相应的智能合约确定的，是一个恒值，它不会增加。使用 WEC 买卖商品时创建的所有交易都与智能合约进行交互。智能合约能确保交易的安全性、透明性，并对交易进行保护。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在社区里有哪些赚钱工具呢？首当我们要说的就是投资平台，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营销推荐程序，接下来我们还会分析投资市场，研究发展趋势。此外，获得被动收益也是开发商开发的重要方向之一，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公司不断为合伙人提供了新的工具、平台还有服务，目前其中有许多已经大量投产了。这些产品有像下面所列的 WTP Binar、 Crypto Accelerator、 Golden Ratio、 Coin GalaxyProfit Boot、 Puzzle Market。 以这些很快公司上那个 Puzzle Market 的平台和许多其他的盈利服务也将陆续开始投产。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些大数据。 Web Token Profit 呢是在2019年2月正式开始营业的，到迄今已有15000个合伙人加入我们，世界上32个国家的投资商与我们合作。在加密货币投资领域，可以说我们公司是遥遥领先的。我们为投资商提供了众多平台可以供选择，您的最低投资额只需30美元，投资期限呢取决于您所选的产品，期限为30天或到350天。这个取决您的选择，产品利润呢也取决您所选的利率以及合伙人的活跃度。您的合伙人活跃的越积极，当然您所获得的利润就越高。
在不同平台上年利率为从100%-125%起。营销方案呢，也可以让这些积极的合伙人呢收入加倍。就是您越积极，您收入就越高。正因为我们使用了高效且有前景的金融工具，社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现在我们的群组啊，还有聊天室啊，增加了几十种语言。目前，公司决定不久，很快啊，网络研讨会还有 PPT 都可以使用近百种语言操作。世界各地的新成员也可以就近加入公司的本地社区，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已经是非常方便的了。那么您会问了，同我司合作有哪些优势啊？首先我想说的是，您同我司合作的话，就是同掌握先进技术的技术专业团队合作。另外呢，公司发展的计划明确，锁定的目标也比较明确，就是为了盈利。其次呢，您的收入也有保障，我们还有多层次的营销计划。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加密货币 WAC 币，我们的团队管理公开透明。最后呢，我总结一下 ，Web Token Profit 呢是世界上第一个运用区块链技术来改善国际贸易和消费的生态环境的这么一个产品，而加密货币 WAC 将保证供应链的透明啊，交易融资啊，并对交易啊进行跟踪。Web Token Profit 平台的经济模型也可以维护所有国际贸易参与者的利益，这个您绝对放心，并分享使用区块链技术带来的红利。该平台的任务呢，就是要让每一位用户可以独立的使用 WAC 币买卖商品、加密资产以及相关服务。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会议。WTP 是一个新兴的理财平台，也是一个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平台，当然它的发展也离不开您的参与，欢迎大家加入 WTP，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